Hello， 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！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款模组，它的名字叫做灵魂绑定石。它可以把武器进行灵魂绑定自己的名字，这样我们的武器就不会轻易的丢失。要是有人抢我们的武器，那就更别谈了。这把剑生是我的，死也是我的，任何人都是抢不走的。我们只需要把武器放在背包的第一栏，然后拿着灵魂绑定石轻轻的点地就成功了。这把剑上面就会刻着自己的名字，任何人也都是修改不了的。就算你只按 Q 键想丢弃，这把剑也是不答应的，生生世世都会跟随于你。哦，当然如果别人的武器掉在了地上，我们也是无法捡取的。当我们靠近的时候，系统会告诉我们这把剑不属于我们，会自动屏蔽我们捡取，毕竟那并不是自己的东西，所以我们只能看着偷偷的羡慕，所以只能等到真正的主人到来才能捡取这把武器。所以说只要拥有了灵魂绑定石，就不怕自己的武器丢失，尽管拿着武器去战斗吧。而且制作起来非常的简单方便，只需要八个灵魂沙再加一个钻石，就可以让你拥有如此至宝，那还等什么，赶紧去绑定自己的神级武器吧。